湾民主运动领航者、台派企业家、前民视董事长郭蓓宏，今天上午在超过300多位地方政坛人士、企业界与中壮年轻人的支持下，以温馨感人又慷慨激昂的场面，发表了三点声明，包括帮助年轻人过得更好，为高雄人争取中央更多预算来平衡南北差距，以及台湾人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前途等三点诉求，正式宣布将投入2024高雄市第六选区前金、新兴、苓雅、古山、盐城的立委选战。记者会中播放了40年前陈菊主持卢修一参选立委的造势画面，当时有一群勇敢的台湾人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列为黑名单，无法回国，而有谋艰巨的第一号黑名单郭蓓宏就非常勇敢地从国外闯关进入，并设计在现场千人戴上面具，让郭蓓宏突破重围，而当时在台上的陈菊也对着台下民众说，数十位青壮年轻支持者的簇拥下，郭蓓宏出场并慷慨激昂地说出他的三点参选声明。郭蓓宏谈到他为什么要参选，诚如廖宜恩教授在总是在关键时刻创造奇迹的郭蓓宏的文章中所说，就是年轻时候的理想没有能够实现，40年后的他决定从政，投入立委选战，将当初推动台湾民主运动的初衷找回来。是怎样会想要参选，可能就是少年的时阵有寡理想要未实现。郭蓓宏也谈到他的三点参选声明，一是为年轻人的理想而奋斗，帮助年轻人过好日子。他说，这个代志，但是我会当足简单用三点来同大家分享。第一点，我认为咱台湾的少年人需要更较好的教育，想着咱少年人即摆所生的薪水，咱只要想啊少唔甘。少年人也想要买一间厝，互家己住，还是结婚啊，要做伙住。我想拍拼无眠无日，安尼一直做，嘛毋知拍拼到民国几年后即块会成了。我认为，吼、哦，这非常不应该，所以我希望透过外场的建立，特别的照顾少年人，和少年人会当真容易会当买定伊的厝，和少年人会当过一关富足、有尊严、有环境，未来有稳定的生活台风，好不好？第二点，我认为咱高雄人应该咱去过较好的生活。长期以来，台湾南北的差异，我感觉真无天良。咱的政府拢重视北部，重视中部，相对的对咱南部拢较疏忽。
所以咱到今嘛，咱南部就是细囝，为着要趁钱，要离开咱四大人，伊在别个遐拍拼趁钱。我认为这是也无道理。所以如果我参与政治，我一定要来解决这块现象，互中央会当以南部的这五省加倍，互咱个人会当过好的生活，大家好唔好？好。对啊，我认为咱台湾人，大家有一个讲生活的国家啦。民进党、国民党，大家台湾人关键家己的前途，而这个观念不相同。咱台湾人会当选总统，会当解决问题，结果这两个政府果然无法度。决定家己的前途，习近平讲十几个中国人要来决定台湾的前途，咱的政府讲台湾人不要决定家己的家己的前途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要透过我的财务政治，用公道来制定新宪法，用台湾做咱的国号，咱就告诉伊公正社会，和公正社会会当保护台湾大国行个。台湾，咱就要对岸的建筑物叫三种讲，阮台湾有几个公正社会支持，你也想要叫咱后边台湾，你请我嘛？我认为这是避免两岸战争、寻求和平的唯一一条路。咱这代，咱这代，咱来解决台湾的中国问题，咱不要让咱的子孙等于继续战争，大家讲好行无？好。这就是我今讲这个意见，关键是要等这个政治。我希望台湾的咱更认真国际社会，我希望台湾的子孙会当有一个真和平、真舒适的台湾。你这个所在继续过的生活，我过袂好，今日应该正式宣布，我要参与明年1月13高雄第六选举的立委选举，拜托大家帮帮我，给我支持，给我鼓励。从参选，启造新政治，启造新台湾。样新闻记者陈文平，高雄采访报道。